老爷见我和长工走得太近，要逼着我赶阿芳走。哥，吃瓜，这瓜可甜了。阿芳，我得给你说个事儿。你有话直说呗，拿着。就是你以后可能不能待在咱家了。为啥？我爹说咱俩走得太近了，他怕我沾上你身上的匪气，要打发你走。那你咋和你爹说的？我，你有你的苦衷，没事，哥，我懂。我一身力气，到哪干活都饿不着自己。可是，你别可是了，我说过我会闯出一番事业的，到那时候再见也不迟，对吧？哎，你等一下，咱俩做兄弟吧。咱俩结拜成兄弟，这样我爹要是再跟你走，他就是不仁不义了。